就叫危机共享资源就好，为什么还要再用一个共享资源？为什么？啊，这个就是大哉问啊。那就是早期维基百科是每一个语言的百科全书都有自己的图片库，然后后来大家发觉说，虽然文字不一样，可是你长向日葵就是同一朵向日葵，所以说你这样子会造成资源的重复，就是同样一个图片在不同的维基百科的语言库里面储存，就是资源的浪费，空间的浪费。所以说大家就讨论说，那以后关于多媒体的资料库，多媒体的档案，就是图片档，影音档，然后声音档，然后后来现在也有 PDF 这样子的档案格式，都放在这个维基共享资源里面。那维基共享资源里面它，主要就是你重点就是你可以上传东西，那可以上传任何的图片、影像这样子。那同时你也可以在这边搜寻图像或者是声音。如果点进去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主要都是用英文分类，但是你也可以加中文，然后它就会把满满的就是可以用 CC 共享的内容放进去。那它这下面也有子分类，比方说以语言分类的，那比方我们找看有没有中文 icons by language， 哦，接下面还有子分类 charts by language。看来是没有中文。好，反正 SVG 的图档，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英文 SVG 的图档有哪些。那可能一张图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分类，都是一些令人看不懂的图哎，总觉得好像进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好，比方说，美国的党派分布，好，这一张好了，好，就是。这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还有就是独立的这些人，他的分布大概有多少？那他在下面呢就有完整的描述。他有些会只有英文的描述，或者他有更多语言的描述。那他上传的日期是什么？然后他的来源是什么？他如果这边讲说英文的来自英文维基百科，就表示他原本是在那个维基百科。还在各自使用各自档案的时代，然后后来被整理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这样子，然后会讲说这是谁转到这里来的，对，那所以说你在这里就是你可以去搜，透过分目录来搜寻，透过分类页来搜寻，但是也可以直接在搜寻框直接打，比方说我刚刚讲向日葵，希望有向日葵。那在这上面呢，如果搜寻的话呢，就满满的向日葵。对，那看来就是对，是有的。那所以说你就在这上面呢，都是使用创用 CC 的，比较是开源的那个授权的方式来做的。好，那如果想要上传档案的话，就其实很简单，但是在这边上传档案一定要有一个账号，然后点这个上传档案。然后一步步照着走就好了。对，那你也可以上传，就是这个之后再分享好，因为这个有点复杂。等我之后会做一本书，一本手册，文字档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会把它转成 PDF， 然后跟介绍大家怎么样使用维基共享资源。好，这是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维基共享资源。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lideShare 这个网站。那我就用 SlideShare 的英文维基百科来介绍它，就是它是这2006年就是发出就是做了一个网站，它基本上面就是满满的 slide 就是投影片，就是简报的意思。然后它这个我觉得它的 UX 做得很好啊，就是使用者界面还蛮亲和的，就是比维基共享资源亲和了大概100倍。那就是实在是没办法，那所以说上面的授权也蛮多的，就是它你要版权所有也有，然后也有就是共也有 CC 的授权这样子。那他卖给 LinkedIn 了，他卖给 LinkedIn， 所以说比方说我自己的话，我几乎都是用我自己也有一个账号，
然后我在上面也上传蛮多的，我就会因为这边真的蛮方便，你又可以加进自己的履历里面。LinkedIn 的好处就是自从买了它以后，哎、欸、好哎、欸，就可以加进自己的履历里面。然后所以我有些都会在这边再放一个备份，共享资源会放，然后这边也会再放一个备份。比方说这个是我翻译那个维基的。叫做就是它有一个改一个工作方的简报这样子，它原本都是英文的，那它在下面就可以用这个 CC by SA， 对，它就可以在你那点进去就是这个 4.0， 哎、欸，那你还有点，因为相互相容啦、啊，就跟林晨翔老师讲的嘛，它就可以自动升级啊，对，那你那边也可以看到它下载量啊什么的，有谁会？哎、欸，对对对，连谁下载都可以知道。对，然后但是其实说实在，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查这个只有 CC 的。哎、欸，也许可以找。哎、欸，但是我自己觉得在 Slideshare 上面找 Slide 很搜寻不太好用。哦，真的哦。就是我要找跟 Creative Commons Global Summit 有关的。嗯。我会发现我找不到，他就会帮我都找中文类型的跟 Creative Commons 有关的。哦，我们看一下 Global CC 上面是不是？嗯。或是 CC Global 上面。你这边可以选啊。然后来找 Presentations， 然后选英文好了。对啊。Legal consideration for platforms。哦，也有可能是我那边没有选啊，就是也许这个可以选一下。对，只是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都会是中文的。对，他这就是可能就像你讲，他而且他没有用授权来选，感觉比较麻烦是这一个。对啊。对啊 ，give us feedback， 那我来给他们一点 feedback 好了。Live feedback。对啊。CC license。跟我们刚刚有 live 申诉，对 live 申诉，你就发现了，你又做错事情。你我觉得我猜你应该有办法用另外一方式搜寻，来试试看。哦，好，现在就是 DC crowdsourcing， 现在就是 live crowdsourcing， 明明不是 speaker 都开始在做事。我猜一个。How many searches？ 我踹过两次。Did you face any problem while searching？ Can't find。The license filter. 然后 how frequent do you search on SlideShare? Okay. 那时候自己算了自己。Rate SlideShare search on a scale of 1. 啊，超烂的。2啊。好 ，Thank you for feedback. 好，结束。那基本上它就我自己是觉得它蛮好用的，就是。自己上传的东西还蛮容易找到，蛮容易整理的。然后，而且你自己上传的东西，你比较容易找得到它的流量统计，或者是谁有下载过你的东西这样子。那我自己真的就是大部分都是用 CC 的方式来在 Slideshare 上共享这样子。好，那以上是五分钟的 Slideshare 分享。然后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Wright Museum。它是应该是 Wright， 就是荷兰的国立博物馆。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个？是因为我认识 Rex， 是等于说这个德文系的国家的意思。然后 Museum 是博物馆的意思。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今年三月的时候去了荷兰他们办的 Glen Wiki， 就是。管联计划的危机研讨会，然后有遇到过 Rights Museum 的人，那他们在危机共享资源上面也有一个页面，让我来看看我找不找得到。今天做投影片的时候来不及做吧。RICHKS， 像我们都活在危机里的人，什么都从这里。开始我想要做一个好典范。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加进去。
他的 main building， 他有一个。因为我记得他有团队 collection， 应该是这个吧，就是他有把自己的馆藏放在维基上面，然后很多欧洲的博物馆都有搞这个，那是因为说欧盟他有欧盟他有一个经费是拿来专门跟馆联合作的，所以说他有开发一个提供尤其是博物馆大量上传。他们的 Meta 已经有很完整后设资料的图的扫描档案的图片档案，对，所以说他们甚至在维基上面还有一个群组，就是因为他们是扫描大量的档案，所以说他还有一个 Beta 站，先让大家试试看你大量上传会不会坏掉，然后就是如果没坏掉的话，再上传到真的维基上，维基共享资源上，对，那所以说他们可能就是两三千张、两三万张的这样子的。画作这样上传，然后他每上传的时候都已经是把博物馆里面内建已经很完整的 metadata， 就画家是谁啊，然后什么时候画的啊，那就是他在哪里被发现的啊，他被真迹的判定的那个，他为什么是真迹的证明，他顺便转手给谁等等的，他可能都会一个一个的复制上去，对对，那就是这是他跟维基的合作，比方说这一张照片好了 ，American of AIM， 好，我讲，好的，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的档案，日本的画，然后就是我猜应该是黑船事件，然后有英文描述 ，An American on an outing， 那种约会吗 ？On the foreground。Like a dog 也是狗，好，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了。那目前所在位置，它就是为什么维基能够跟这些馆联合作很开心，就是它会在维基上宣传你这个博物馆。对，那就是这个是在美国，这是在欧洲馆联计划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它会互相合作，它就是。在管理计划的人，他会说，就是我跟这些人，就是我跟这些博物馆，我不是要吃博物馆的流量，而是把有在维基上找的流量导引到这边来。而且这些图档啊，他你在这下面可以看到，就是他如果上传到维基，他的档案用途可以用到像这个，像在英文维基百科上面，他就有用到这个 Sadahide。应该就是这个人吧 ，Japanese name，the family name is Nagawa， 就是这个人的画作，他被收藏在维基百科上。哎呦，这还没有人翻译哦。那我来等一下亚洲月来翻翻看好了。那坑，我就是个坑。自己说哇，自己跳。好，我干嘛要把这个录上来？好，那就是这一个他在维基上面的内容，但其实他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也蛮棒的，就是在这上面可以有中文的内容，但是中文的内容，我们来看看，不是有刚刚有玩过中文内容，它其实比较是偏博物馆里面的，就是你要怎么去这样子，但是你走到这边了以后，最下面的那个精品杰作就可以，它没有中文化。但是你就可以拿来运用，什么叫拿来运用呢？它很大方，你点进去了以后，它就会给你这张图的图像，完整图像，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英文的描述 ，more details， 它会把所有的后设资料都放在上面，画作的标题呀、然后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是属于油画。它在博物馆内的档案名称、编号名称，然后它的签名是谁，是几年，然后还有一个简介，然后是哪一个艺术家，这些有很完整的后设资料，它就全部给你。那同时呢，你还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 download image， 还有色票哎、真的对，这我完全看不懂，你可以解释一下色票干嘛？没有，就是
它会取里面几个主要颜色啊，你如果想要设计搭配它的 theme。哦，而且我刚刚不小心点进了色票，它就有相关的相关的图的样子。非常非常非常棒。然后它 download this work 啊，它后面还有跟你讲，而且请你富有创意的使用它，什么意思？它可以，哎，我刚刚有看到一个 order， 然后你还可以要去定一个，因为它下载下来的话就是一个 JPG 档。然后我刚刚想要找一个selection。因为我记得他会跟你介绍，你还可以自己切啦。我记得他有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样自由运用，但是我有点忘记那个在哪里了。他还有一些 tag 这样子，他还可以定输出品哎。对，他还可以定输出品，然后还可以去用 Pinterest 的去下。在哪啊？ Live download 失败。不是他，我 download 一定可以 download， 但是我记得他有跟你讲 get creative 是怎么样。哦，对，就真的要下载以后，然后你就可以创造什么，他就欢迎你去把它印在 T 恤上啊，印在车上啊，自己做手机背板啊，印蛋糕啊什么的。那、啊、这件事情他。很迷幻哦，痛车，就是日本面有个东西叫痛车，就是会你会可以把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的动漫角色印在那个车子上啊。哦，对，那台湾的机车好像有蛮多，对，哦，很痛痛吗？但是翻成中文的时候就写成很痛很痛，你去搜寻痛车就会有。哦 ，OK， 等一下再 live search。那是吗？好宅哦。好，他说，就是一种称赞，就是对，就是一个。毕竟初音是我老婆。初音是老婆，好。好，录下来了。完全分心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在管联，我这次去办研讨会的时候，就是他们其实有出一本这样子的应用作品集。然后那个时候他为了要鼓励，因为。像荷兰国立博物馆，它其实是很做数位化、做自己资料、做自己馆藏数位化做得很勤的一个博物馆。但是有很多民间的博物馆，它其实就算它想要分享，但它没有图档。所以说我记得好像在2012年还是就是2-3年前，就是荷兰的维基媒体分会就跟那边在用创用 CC 的人有开过一个活动，就是邀请摄影师。可能30-40位摄影师有参加这个，可能不止，但是就是在荷兰，它有1000，好像100还1000个博物馆合作，就是在它正式开馆前30分钟，他邀请这些摄影师呢，直接去他的扛着三脚架去他的博物馆照完整的照片，然后这些照片就都会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对，然后他们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有创意的运用这些，因为对荷兰人来讲，就是这些其实就是一个荷兰民族的珍宝嘛。然后就是欢迎大家自由分享这样，然后这些摄影师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照片。对，那相较而言，台湾的顾问就我们就可以再看看怎么样，对，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中华民族的珍宝也分享出去。那所以说就真的很方，就他就真的很豪气啦，就是你这下载下来以后，你打开这个图档就是超高解析度啊，你可以放大看这个人的瞳孔啊，有画出来的话，哎呦，天啊，哎呀，就是，还有必损呢，我要怎么摸啊？对不起，有没有？那瞳孔。哎，他真的有画瞳孔，不行吧？对，然后他就真的很高调，他就说，就是欢迎你随便拿去用。因为我们都给人家秀出来，对，没礼貌。哎呦，他几岁了？他300年的妖精。好，那
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个多媒体资源，还有三个有创新界的共享多媒体。好好笑，谢谢。好，回家。回家，回家，对对对，可以结束了。我就不用买书，九点就要回家，但为了等你聊到现在。我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顺便秀一个说，那有物超所值吗？没有那个。你知道他一来，然后他最早到，然后我就想说，哇塞，大家都会迟到，我要留住他。完蛋完蛋完蛋！那个我刚在想说，就是十二岁的他怎么样说选？对。然后因为他这边有，其实他还是有让你可以标示。对。那时候有想到怎么搜寻，然后就去用 Google Search。那 Google Search 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些技巧，就是可以搜寻 site。然后搜寻单一网站里面的东西，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这个advanced search 啊，嗯，它下面这边会有一个就是 site 的 domain 嘛，对，那我就把那个 slideshare 的这个地方打进去。哦，它没有内建 Google 帮你做，对，它没有内建 Google 帮我做，那我本来是这么想，好，那我现在先 not field by license， 我这边有一个 field license， 但是我先不要，对，然后来看看这样会不会有东西，好。这样会有东西，对不对？而且还蛮多 slides， 对不对？啊，我的 slides 基本上、okay. 基本上都是用 CC 释出的，不过有时候可能会看状况用不同 CC 嘛、嗯，所以你回到上一页，要把 field 的一个说 free to use share modify even commercial， 嗯，就是全部都要那样，然后按一下 search， 但发现什么都没有，哎，奇怪，为什么呢？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嗯，结果发现它这个地方标示没有把那个机器码标出来。就是 CC 其实社群的时候有那个 metadata 还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就是，如果你网页上面有放 metadata 的话，那搜寻你就搜出来。嗯嗯。他、嗯啊、现在这边就是没有放，我刚刚下去检查，他、啊、就没有放对，所以就什么都搜寻不到。他是没有放对还是没有放？啊，其实没有放。他、哦、以前我记得以前有放，我不知道怎么放没有放。Live。然后我还想说，哎、欸，到底是不是？那个 Google 社区出了问题，所以我又搜寻那个自己的照片， oh. 就是我去福利店那边找，然后一样回到商业嘛，去找。哎、欸，有啊，好 OK， 那个 Google 没有问题，但是它有问题。对对对，他给你抓一个抓不到的东西。对啊，这其实蛮可惜的。是吗？其实同一天里面有两个跟他抱怨，会不会增加他？哎、欸，可以啊！我们大家现在就发起一个一人一信救 SlideShare Filter。其实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大家稍微看一点点点的扣了哈，就是其实不是那么难，所以稍微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CC 的 license 的那个网址嘛，对。那 CC license 的网址的结构其实是前面是 Creative Commons 的，这个没问题。嗯。那 licenses。那这个地方是指它的授权条款的元素，对。那这个地方是版本号，嗯。那有的时候后面会有我那个司法里面的差别，那像这个没有的话，它就是都是 unported license。那没有被移植，对，没有。OK。那重点是后面这个地方，其实只要加这样子就好了，只要加这样子 ，Google 就可以知道说，原来你这一页的 license 是这个玩意儿。REL 是 relevance 吗？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跟这个 link 的 relevance 是什么意思？啊、那结果他就这样少了1,2,3,4,5,6,7,8,9,10,11,12，他就这样少了12个 bytes， 不如说不要。哦。这边其实没有，就是现在可以。你怎么查它的原始码？就按滑鼠右键解释原始码。哦。这就是为了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什么地方可以解释原始码 ？OK。license 这边，那应该再加一个 REL。这边有 license 嘛，对不对 ？license，title，license， 哎，没了，噔噔，这个里面没有 REL。嗯。所以就打 REL 等于 license。REL 等于 license， 对，就可以了。引号。REL 引号。其实我觉得没有引号，它搞不好还是找得到，因为以前的 HTML 没有那么严，很多人都没有打引号。对，所以就差那么一点点。嗯，可以是。Yeah。好。Sucker。在哪里 ？Feedback。在哪里、啊？哎、欸、，Feedback 在哪？我刚刚右边有一个 line， 有一个 feedback 啊。对啊。
我是去你刚在旁边啊。奇怪，人品。他觉得我是阿克，所以。好吧。还是只有 filter 有 feedback。我不知道。啊，可能是 filter 有 feedback 哦。因为他刚真的 filter。真的。有 search， 但、啊、这不是 search 啊，但我不是 search。哎、欸，这也算啊，这是 Google search， 就是，我就是我要 search 找不到，所以我去使用 Google search。Slasher is looking for user feedback to improve its search experiences， 所以应该 via third party search engine。所以啊，我说先随便好了。三万有，可能会是五千，没有，那你就照打。我连 search term 都不要写什么，因为我刚没有 search term 啊，就是我连在 Google 上面我都没有 search term， 因为我本来就是啊，我刚没有打 search term 哎，我刚是以为那个是标题耶。我刚是用CC Summit 吧 ，Global CC Summit。那这样子他可以找 tag 啊 ，tag 是这个。哈哈，也是没有啊。那你打井号 CC 上面，对 ，CC 上面一。啊，也是没有啊。好烂哦。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社区做的是。发起过，这样吧。好，晚安。对，我们要是会要分享，有什么时间吗？